过去拢袂要紧啦，嘿，有哪行？你叫阮婆哦，嘿。好的，今天咱鹿港公社吼举办113年度这个进堂活动，然后接咱16个社区7个社团共同来到咱这鹿港中平港或者西南角来举办这个进堂。预计近年来吼气候暖化啊嘛造成真侪天候因素。加上咱海洋很多都受到一个污染，所以今仔由咱公所来发起，号召咱地方吼将近500个人员，大家共同来到这来做这进堂活动，希望直接嘛呼应所有的乡亲，或者咱讲咱再从我们的生活乐事当中能够做好落实的一个分类，和咱的这地球哦，和咱的这安尼整个吼环境更加的一个提升，买单吼安尼大家吼提倡来做环保。Thank you.